那个车是不是装着爸爸回来了？爸爸回来了，我爸爸回来了，打工回来了。今天晚上正好有好吃的杀了猪。六百去接他了。我爸回来了，爸，你那着了道红干了，咋还没还没到嘞？哪顺的牛？还付车费吗？要付车费吗？哦，你是不来的好，我就去撒碗了，你就不来了。得一百多斤，现在猪肝应该熟了，爸你先试哈有没有毒。还有毒啊，都有毒。哎呀，开玩笑嘛，我说你先试试有没有毒。好吃，我要开始吃喽。现在在这个火炉上面炒菜，妈妈在炒猪腰子吃，爸爸今天回来。你看这个火炉挺好的，又可以炒菜，又可以烤火，又可以熏腊鸡腊鸭什么的，现在还挂了很多腊鸡在上面。我们到时候也会熏一些腊肉放上面，挺好的。猪腰子起锅喽。这个刀工还可以吧？可以。今天他们说我猪肝的刀工就很好。吃饭喽！又可以烤火，是不是觉得这个特别好呀？我煮了海蟑，满足你，收了。嗯，好吃不？我看到米辣炸就非得可以吃这两个孙子，我都是不炸。等下喂你啊。我爸会赶得好，知道杀猪了就回来吃饭了。